今天去我姑姑家里面吃烧烤，也没有什么拿过去的，就想起来冰箱里面还有点肉，就拿一块去吃吧。还是换一双袜子比较好一点，这个脚的话也沾了一点渣渣了，然后去洗一下再穿吧。去那个床底下找一张纸来擦的话就干得快一点。最后再剪一下裤脚脱落的这些线头啊，这些剪一下就可以了。刚刚叔叔婶婶把两个孩子都已经带走了，我也就不用那么着急了。来到这里，他们都已经开始烤上了。我拿来的那个肉先拿去解冻好了，然后先把这个米饭给煮上去。小西瓜早早的在旁边这里坐着，都快等不及了。然后我也拿了双筷子，人多的话烤的才快一点嘛。这是刚刚买的这个烤盘，第一次做的话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我弟和表弟他们都在家，还挺热闹的。叔叔刚刚还去超市买了好多的鸡翅、鸡腿，还有其他的烧烤的东西啊。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就准备回去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在那里啊。